大家好，我是威威妈咪，我是威威。我们呢就刚刚离开了这个屁屁侦探特展了。威威，你觉得这个展览好不好玩啊？好好玩啊！入场的时候呢，姐姐姐呢就给了一本侦探手册我们，那呢我们就要跟着线索去找出答案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展览好不好玩，有什么玩呢，就要继续收看这条片啦。看片
这个展览呢，玩和拍照呢，我们大概逗留了一个钟头。玩完之后呢，近门口的位置呢，有屁屁侦探的纪念品买的。不过货品呢，就不是太吸引了，种类都不多的。连这么喜欢买东西的我都空手而回啊。咁临离开之前咧，就有得抽蛋嘅，冇错，系抽，唔系扭噶。咁咧，我哋都俾 Y Y 抽咗一次，为今日嘅行程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。呢、这个屁屁嘅展览咧，我哋就喺trip.com 嗰度买飞嘅。买飞嗰阵时咧，就只可以拣日期，就冇得拣入场嘅时间嘅。咁可能星期六日嘅时候咧，人就会比较多啦。咁咧今日咁啱系 Y Y 嘅学校假期，咁咧所以我哋就拣咗今日嚟呢度呢个展览啦。咁所以个场入边咧都唔会系太多人嘅。咁至于入边系玩啲咩嘅咧，都系系数下嘢啊，或者揾下嘢咁咯。其实就比较适合幼稚园至到初小嘅小朋友嘅。咁其實 Y Y 今年咧都已經係小四噶啦，咁都算係高小啦。咁對佢嚟講咧，嗰啲遊戲或者任務咧，都會略為簡單咗少少噶啦。不過咧，因為佢好中意睇《屁屁偵探》呢一個繪本啊、小説啦，咁所以咧都特登買飛同佢入場。咁總括而言咧，雖然任務啊係比較簡單一啲，但係咧佢都好喜歡嘅。好啦，我哋呢段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咧你中意我哋呢段片咧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share 俾朋友同埋留言俾我哋，咁我哋下一段片就见啦，拜拜。呢个角色咧就系屁屁侦探，而日文咧就系 Oshiri Tante。咁大家咧又知唔知道 Oshiri 嘅中文即系咩咧？俾三秒时间你哋谂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就系劈劈啦。